来串糖葫芦。何市长的女儿今天被炸死了。啊？何市长也受伤了。朴总干的。朴总怎么会干这个呢？您的情，今天将军级以上的都去新华门对面的参议会楼了。我估计啊，明天登报应该是何了。早和早太平。刚看你转头了，谢谢。三哥，上车吧。上车。景山，靠吗？你走不动。我可以。景山上能看到全北平。军令部徐部长飞抵北平，司令长官晚点过来，我代华北剿总通告各位。何思源，何先生，由何市长和吕副、康同弼11人起草，接受中共和平改编通电。明日就劳烦何市长亲自出城与中共接洽，在座各位如有异议，现可提出。也可等司令长官来后再提，如无异议可举手表决。还没打就投共改编，司令长官也不来，你一个正共畜生在这个地方胡说八道。就是杜长官，如有异议可以离开这儿，现在就离开。和乃大局，自今日起，任何破坏和谈之人为我所弃。今日之前，任何对和谈不利之人之事，一经查实，将交由中共严惩。委员长要求司令长官送走校以上军官，辎重团将校优先。天坛机场有6架飞机，异议者交接下属兵权，今晚可以走。飞机是我们的，北平外围是中共的，飞不飞得起来就不知道了。朝一个方向来，就在这屋吃的，咱有钱不花在外头。哎，肉吃了。你自己吃啊，别光我一人吃啊。总共就3两的肉，又不多。对我这么好，干什么呀？说的跟我之前对你不好似的。你让往东，我就不往西；你让下床，我就不上炕。你给我多少钱，我就花多少钱。大冬天的，只要你生气回住口，不管多冷，我都在外边等你消气。就是得逛窑子。我也不傻。处长没了，什么意思啊？组长、处长全都是假的，从头到尾让冯金波那孙子给我耍了。今儿站里边销毁文件，打今儿起，我就连保密局北平站一普通组员都不是了。挺好。行，媳妇儿说好就好。咱往后自己踏实过日子。踏实不了，等共产党来了，我得枪毙。为什么呀？你又没杀人。杀了。还吹呢？杀田丹了呀。大哥和徐天都能作证，只不过没杀成罢了。大哥徐天是自己家人。田丹有嘴，他又不是自己人。
对上南方吧，还剩几根金条呢。都不去，就咱去啊？不去也行，还有条道。头骨。你不是刚说把田丹杀了吗？怎么投啊？要想投的话也有法儿，就得看手里有没有斤两，脚底下有没有路。那你有吗？有倒是有，就是不知道斤两够不够，路能不能走得通。那不跟没说一样吗？等吃完饭我就去试试。投共好，弄不好大家现在都投共。行，有你这句话，心里就踏实了。什么意思啊？弄不好这些天跟大哥还有徐天儿的有些翻着。他们俩拦着你投共啊？我要是原地在这待着，他们俩准不拦我。只要我脚底下有路头，他们一准得拦我。你想多了。我没想多，我又不是真傻。得亏娶你这么一好媳妇儿，还有人能说出掏心窝子的话，我得对你好。你对我是真好还是假好啊？看不出来啊，我对你是真好。这儿在吗？嗯。您瞧瞧啊，都是货真价实的好东西。这是取景器、快门、卷片器，固定镜头，对准就拍，手别抖。里头有胶片吗？有。你不用跟我回监狱了。冯金波抓了，怎么弄沈日昌？按快门。拖着别动，我自己来。怎么弄沈日昌？你为什么总是情绪化？我是俗人，俗人忍不住脾气。你别动。照相机，回头要还给人家。别冤枉了人，还拿人家相机，但胶卷得带走。小黄一刀刀杀人，我跟没事人似的冷静，我做不到。小豆生生没了，那天晚上我要是去找他，输血能救活。男人连自己女人都看不住，死了还不让人情绪化。他看着我呢。我还以为北平城都是金色的呢，原来只有紫禁城那么一点。还相机的时候，记得问问被你冤枉的人。北平城还有多少用蓝卡3D 的，看看他都知道谁，然后挨个去问。就算是俗人，也不能见一个就情绪化。有蓝卡3D， 善于用刀，独居，练物。还有你画的画。那个没用。等我给你抓了沈世昌。有金海帮我。
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。这不是你的事儿。大哥的事儿也是我的事儿。你帮我已经够多了。帮人帮到底，我不想欠人情。抓到沈世昌，就算帮到底，不欠我了。是啊。这给你，小朵的我还刀姨了，别用他的。谢谢。看不见他了，看不见他。这几天隔三差五睡着就梦见小朵。老人说入土为安，就不回来了。原来你真爱他。爱不爱还分真假。原来我也爱过，以为是真的。现在知道，假的不像话。事儿啊，你多担待点儿。还要靠你，老沈，还靠你。没看老杜那情绪吗？他就这脾气。对对对啊！慢来，慢慢来。没有找到冯静波，小姐给东郊民巷打过电话。我在东郊民巷的时候，小姐是从家里打来的。开车。再给我拍一张。把北平拍进去。还有胶片吗？不知道。拍完他。麻烦死了。我叫你取的信在哪儿啊？在家。给沈世昌送过去，怀化胡同八号。不要见他，先放门口就走。什么时候？现在。非得现在吗？很重要。我先跟你去监狱。我要去见冯清波，不想让你在场。怎么弄沈世昌？你得告我吧。先去送信，立刻送完以后去还相机，顺便去查查还有谁有这种相机，越早查越好，一刻也不要耽误。北平城现在每天都有人在往外走。明天我去送小朵入土。你送小朵入土？到时候告诉你怎么抓沈世昌。还有胶片吗？给我。
心里乱七八糟的，弄得我心里也乱七八糟。我去做我的事，你也做好你的事，我们都不要乱。找到铁林，找到之后呢？叫他闭嘴，包括他身边的人。先生，你跟小四多久了？从小。你多大了？21。小四会带你走吗？嗯。冯清波呢？你怎么又来了？以后见不到了，再回家看看你。冯静波呢？小四，他去办些事儿，晚上机场碰。办什么事儿啊？私事。和爸说实话。实不实话的都最后一天了。他还是走，谁都想要条活路，应该走。老大，从昨天到现在你都在吗？在。天亮一会儿过来。啊，里边换人了，门还是你看。别再出什么事儿，这个也不省心啊！哎，什么谁的？啊，这个是他带来的。打开。哎，没你事儿，外头去。哎，田丹什么时候出去的？昨天把你交给沈振昌的人，后来什么情况？田丹什么时候出去的？沈昌要杀我，刘四让铁林做了保密局北平站的处长。沈世昌投鼠忌器，碍于父女情分和铁林之情。父女？那怎么姓柳没姓沈呢？外方生的，名字是他自己起的。你和姓柳的欠我一笔金条。我可以见田丹吗？问你话，照实说啊。
你还有什么不知道的？都听说了，就是想听你再说一遍嘛。你丫到这份上说的肯定都是大实话，是吧？那个沈世昌为什么要杀你啊？洗白投共。那田丹他爸和之前来和谈的人都是沈世昌引过来的，是吧？是。铁林也知道你和沈世昌这些脏事儿吗？是。那为什么不杀铁林啊？会杀的。你看，到了我这兄弟，你们还是要害的，是吧？是。哎，你跟田丹什么关系？还有那个柳如斯，都什么情况？这和你有什么关系啊？不太明白，学学。你是男的，你不明白。不太明白。你和田丹他爸田怀忠原来认识吗？当然，他以为可以做我岳父。那是你长辈啊。是啊。那田怀忠和沈世昌原来认识吗？认识吧，田丹叫他伯父。是叫？是。那你给沈世昌工作了多少年？四年。不算手足，也算是一伙的了。是。他知道你跟他闺女好着呢吗？对于沈世昌来说，柳丝也只是一件衣服或者鞋。说沈世昌原来是杀共产党的，现在要杀了你洗白，想做共产党的。对，你还要问多少遍？我说怎么老点都不痛呢？原来世上到底都让你家这货人给毁了。小子，麦总您电话。对。你帮田丹沈下保命吧。当国监狱狱长有血债，区区一个田丹保不了你。我在共党组织做了四年。相信我，孙子，你看你今天是被保的主吗？以前不是，以后也不是。金海，金海吗？徐天在你那儿吗？啊，现在不在，一会儿过来。啊，你跟他说，叫他千万别回家啊。怎么了，徐叔？哎，也没什么。小耳朵的人在家门口候着呢。我留着他，您别急啊。行，你留着他啊，我跟小耳朵的人盘道。车回来了吗？还没有。把小耳朵带我那屋去。上手铐吗？啊，不用，那体格子捏蚂蚁困的。是。
跟你们说了多少遍了，我们天儿少爷不在，听不明白是吧？啊！东家，他们非要进去。徐超不在家，进去看看。徐天友不在，再出来候着。事儿有解吗？什么过不去的坎儿，非得要人命？跟您没关系。徐天是我儿子，也跟您没关系。我要就不让看呢？得看。还有没有王法？我们爷说话就是王法。也是，这年头没王法，啊，谁有能耐谁王法，是吧？你等着。跟你们说，徐天不在不是怵你们，徐天不在院子里头还有家里人在，让你们里外进去看一圈再出来，往后我徐尹诺跟朱市口道南道北就没脸了。东家，没你们事儿，该拉车拉车去，我也学学我儿子。祥子，哎，这雷怎么炸？萧子一把，准炸。家炸了也不让你们进。老大，人带来了。坐那儿。什么事儿啊？金海。老大，车来了。给他沏杯茶。是。什么事儿你就说。听说你喜欢用枪玩论攀赌啊？怎么了？江青虎掉一只左轮上。是。后边人都下来，哎，下车。徐天呢？没让他来。为什么呀？晚上抓沈世昌，不想让他卷进来。挺好。他回家了。让他去槐花胡同八号送一封信，一会儿。我先叫冯清波再给沈世昌打电话。行吧。你怎么了？嗯，啊，刚和冯清波聊了会儿天儿。
沈世昌要是逮着了，怎么弄他你滑道？那把人先交给我。给你。不耽误事儿，你出监，我要账。怎么了？你就是从这门出去的吧？打从有京师监狱那天起，您是头一份儿，还笑。倒是靠得很结实。你怎么能从这里出去啊？金海放的。才几天时间，徐天和金海就都成了你的人。当然，只要你愿意，可以让任何人为你做事，说说话。我想听你说话。早上我去钟表铺了，跟你心里说的一样，跟我想的也一样，只是里面的人跟我想的不一样。你说你喜欢我傻，我理解成你喜欢我。现在看来，你是真喜欢我傻。你比我强，从一开始就是假的，我竟然没有察觉。这么傻的人，难怪你喜欢呢。所以你说喜欢我的时候是真的。现在你成为这家监狱的犯人，戴着镣铐，不是因为我强，是因为我们阵营不同。
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劳苦大众做主人的大一统中国，会让每一个像我这样的人最终比你们强大。监狱会是你们的监狱，北平会是我们的北平。北平大石栏，冰糖葫芦，前门箭楼，人力车，我都看到了。只是在一起的人不是你。清水桥、白塔寺、景山，还有很多我没有来过的北方。你为什么要在心里说，要带我来看？你以为能瞒到什么时候？以后你要和徐天在一起吗？你是个畜生，他说的。他配不上你。他配得上新世界。我想瞒一辈子，但知道不可能。有一天瞒不住了，就杀掉你，或者告诉你真相，请你杀掉我。你有想过新世界会这么快到来吗？世界是给人类的，我是具游魂，没想过。柳如斯是什么人？我走了，只是过来看看你。应该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。丹丹，杀了我，想死在我手上。是，在我看来，你已经死了，一具肮脏、可悲的行尸走肉。田丹，你到底是什么地方人？祖籍？不知道。我们刚认识的时候，你说是孤儿，是怕组织调查？你家里人知道你在北平吗？你会死在北平。如果知道生在哪儿，以后我可以去一趟，告诉家里人你死了。
最好的天气，风从西北来，叶子向南去，就算是陌生人也亲近，世事啊是陌生人。